心机了。我开始，我也是老缘故啊，因为孩子们一直叫我吃，我都不吃。我本身先讲讲我的本身的历史。我在40多岁的时候，我是中过风的，因为我受到的压力，我在工作上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就好像我们在 Melbourne 的途中，我们的在新加坡的 Desmond 所分享的，我们都是从事建筑的，都是经理级以上的，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啊。我就是因为在受压力之下呢，工作压力之下，而且就是没有生活的好习惯，每天都是要应酬到半夜啊，不是半夜三更，是早上。每天大概差不多一个星期最少有3天是清晨3点才回到家，早睡早醒。这真是 comply 的那个早睡早醒的，而且我是半烟通，我一天最少4包20支的香烟。哇！应该是首发还没有人啊，有可能有了，有可能有。我在我的记录中是没有人能够被这个 record， 除了我另外一个 manager， 我们两支烟头，我们进到会议室，其他的director都拜拜，我们出去了，你们慢慢抽。结果是我们两个出来他们讲话，那我在40多岁的时候，我的孩子还在中学的时候，读中学的时候我中了风，但是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，完完整整的走路，也是我有。我的坚持，所以孩子们叫我，就是叫我吃皮肤的时候，我是非常抗拒的。是的。直到我去苗崩，去苗崩的，看到那种爱，我才真正的开始相信皮肤。那么我吃了也不久。在几天开始一两天是还 OK， 吃了就是会比较松一点的，没有什么大的反应。那么有一天第三天的时候，我那天吃了 refill， 因为平常我是在白天吃，那天我是换了晚上吃，吃了之后我那天晚上又没有穿着 band 睡觉。哇，那天晚上半夜三更痛到我要命了，爬起来又不能够睡，又睡下去又不能够。现在脚在这边的时候，以前应该是有受过伤。以前在我还没有以前我有开过这个马萨去吧的，那么我的马叔每次都跟我马萨的时候讲，昂哥龙呀昂尼玛呀喽。我的笔记斯拉鲁打背哈背，就是我在脚那边的哈。那么就是那个部分呢，在那天晚上痛得真的要命了啊。那么我隔一天呢，我本想不吃，但是想应该真的是医疗这个 healing effects， 所以我 continue 吃。结果那天晚上已经没有了，那个是一个重点。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呢，就是我的手，我跟我太太，我是中左手边的时间，然后我的太太是中右手边，我中到我的刚开始几天我吃了，我的手是能够举起来啊，那么但是还是不能够转的。但是吃了几天之后，哎，能够转了，现在能够转了，但是还是有点痛了，还是没有完全打通了，要打通任脉两度啊，任度两脉呢，不是这样容易了，要时间了，要有信心了，只要你对某种产品有信心，它一定能
所以你们做 BE， 你说你能就能啊，要不然就你说不能永远不能啊啊，所以啊 ，BPO 是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启发，就它能够对我的心脏很好的帮助了啊。其实我本身是有血压高的，因为我中过风之后有血压高，三高了，全部有了，人家都没有我这么高，我是特别高了。我人高，特别高了、哦、啊，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见证呢，就是我的下线，哦、他说我逼他吃的，他要哭，结果吃了两三天，他打电话来骂我，你是要修的，你我只要跟我头阿没听个没事，我说你不能做假，做不假。但是过了第三天之后，他说：“哎，没有痛了，啊，没痛就好了，肯定要吃，啊，你应该有信心了，啊，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，谢谢。”